广告楼，又是这个人。啥玩意儿？窗口都在家。拿把喷子，兄弟。多久？凉。房子一滴。有了。丢了个东西，没了，我补的，还是倒地的。哎，楼下，操，死了死了！操，他拿大鼻子冲上来，兄弟们，兄弟加歪了，后面还有。老子全是倒地的，坡上倒了，坡上没倒，没倒，没倒，坡上好像不倒。二楼倒了一个，二楼还有一个，我对面右手死角。最后一个在干嘛？在隔壁房子。哎，在隔壁房子，还在一楼。我已经叫他了。隔壁，一楼，一楼。一点上，一郎。啊！这就是在。吊了他十万年。这条路肯定会有人来上山。那个车。这有人，兄弟。哎，房子有人。三零有一个，兄弟，你兄弟还没来，我二倒，兄弟你先走，兄弟下来了，打头了，对面倒了，左边围墙，这人骚猛，慢慢打，还有几个？就一个，还有两个，我听到了。飞进去就安全点。那他们那边还有个外挂。那个人好猛啊！不在了，我随便溜了的。左边围墙有个，倒了。补的，外婆，追踪中。我被远点抽了，兄弟。远点倒了，兄弟，近点，压他。那里穿了一个，两个里脚下，找到一个，找到两个，最后一个是不是就这个加枪的？加枪的残了。好像就剩这个加枪的了。我看一下脚下，这个人不爬了。这个有几？完了，那没事，主打细节。
可以过，我去了。外挂可以不刷吗？电闪楼顶，兄弟，再看你。操，兄弟，别扑！哎，兄弟，能摁了，能摁了，你对着我头摁，可以摁的。过来点，过来点。装了装，那面包房那边，我没甲，打我闪光了兄弟。压力了。石头后边。我操，好多刀兄弟。我打药了兄弟。不太像好人。真的好厉害。丢闪吧，得丢闪，不丢闪他妈搞不过他。在救人，我没药了，坏了。再自己对满编。不太像好人。